哎，我今天发现一个问题，这海参有无？海参来这个直点海葵家，到底叫食哟？我都惊诶！他在这边一直被他吸啊，一点点啊，不要吸，讲不要。哦，那头前伊迄个啥？迄叫做海参的海绵体，头前佫有迄种用着迄种海沙了。诶、欸、，BB，帮你瞧一下。无啦，我要看卖伊到底会输哦。我要甲问迄个饲海水鱼仔的高人诶，伊真正要甲输落呢？先甲瞧一下。等下，我即马甲看，我即马要看伊安尼到底会甲食无啦？但我感觉伊这应该是袂甲输啦。还是先甲瞧一下。无要紧，互输看卖。毋是，先甲瞧一下，不然。不然那个伊就袂使甲阮翻沙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伊这翻沙放出来是安尼，我即马咧看伊，应该是袂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被吸啊。伊只有迄条、迄个哪触角哦，但是伊有要甲担，但是伊担袂落去啊。你敢有看？有啊。他来关心我这个、这个啥、这小海葵的，你要想个可爱鸟。啊，搁一个，啊！我发现吼，这个海香菇你袂当甲放哩，你若放哩土伊开袂开，你都要放哩岩石的观念，才安尼腾开较水啊，上几关样啊？野照。啊，搁来搁换这海星啊，啊，观顶生这有无？生这种毋知甲清掉，我感觉可能爱买清洁些啊。没人下脱壳。啊，我有互伊食迄海苔，好。